欢迎观看二亿乳模特的一天。Block 起床上班了，赶快洗漱一下，好忙，出门赶路嘞。太阳好大，真的很烫脚，走路根本睁不开呀。这条路很像我读书上学的必经路也。买了一包一豆浆的巨款早餐，到公司楼下门口了，人多的想死。干饭最重要了，开干，看看昨天的视频，感觉很美。学学化妆，希望我也能变成美女。开始工作化妆，出去拍摄了。这个人在说，我的大卧蚕真的很美。快看，清纯学姐上线了，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穿搭身材。这样的身材我很爱。去拍摄路上嘞，到了，感觉会被晒晕。我只能说光线角度很重要。前面黄脸婆是谁？拍摄结束了，荷花很美，不过我还是回家喽。